学佛精进会增长智慧，学佛慈悲会增长忍辱。宽容大度是弥勒菩萨的慈悲救度，大度能容就能放下一切人我是非。包容越大，境界越高，犹如一个仓库，货物越多，仓库必定又高又大。人总是觉得自己很伟大，是因为太注重自己。当你在人山人海的人群中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。当你在飞机场，你会看到飞机场那么大。当你坐上飞机，在高空看飞机场时，机场是那么的渺小。这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，人生不可过高地看重自己。只有把自己的心融化在救度众生中，你才会超脱自我。